咱干不了。在座的各位没几个能干的，说实话，我并不是针对谁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。你知道下海有多难？你不知道。谢谢铺路的飞机。全军出击。谢谢铺路的飞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啊，我看过图片啊。谁把我的一技能弄成不是智能施法的了？好意，我杀你都不用点火，兄弟，行不行？点烟让你一个，怎么点到为止啊？这咋不打了呢？干呢，这得呀！你不杀我，我可杀你了啊！不知道会不会死，死了就死了吧，那也没办法。先给他来个耀光，再给他来一双皮鞋。出门血赚，浪费饼干了。浪费了，那不是想求生一下吗？真是的，那不得求生一下吗？赚就完了呗。两把多兰剑，行。我就发现呢，这话咋这么多呢？玩就得了呗，磨磨唧唧的。扣一，我没带药，他也没带药，正好。这波线往我们家这边推，把弱点刷一下。要跟他打，往后拉着打啊！不要说是硬上去跟他打，先 Q 一下。哎，跟他往后拉着打。哎，这好 Q， EA W 加双 Q， 回家了。行，让他回。兵线一卡，哎，舒舒服服。把兵线给他卡住了啊！他过来，我们就找他耗血。先把弱点刷一下，这个弱点站我屁股前面不太得劲，先 Q 他一下 ，A 小兵。E 一下 ，Q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A 往里插眼，没有眼算了，没关系。弹枪来了，先 W 一 Q 他。点烟不套了，烧不死。150滴血，他刚才有170，我烧了。继续控线，这个线我们推不过去，我们不推。他不是继续回家吗？让他回。
一会儿就会发现我们越塔杀他都是随便杀。把饼干挪个地方，让他回。这人是主币的，那就让他币吧。哎呀，我操了，我不是扣着右边那个兵吗？血量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用了已经，所以我们可以随便跟他耗血，因为下波我要回家。这啥意思？这是怕我回家钱不够是吧？是不是感觉我没蓝？傻了吧，小饼干！勾引成功。给他一种我们有点傻的这种感觉，但其实是他有点傻。哎，回家2600，不行，差点钱那个。那把皮鞋出了吧，铁板鞋。铁板鞋配个，也出错了，配个红水晶，差点钱呢，我得买个药啊，没有药让我很难受啊。差个炮车，确实就少个炮车的钱，正好少个炮车的钱。现在是8分钟，不着急退线啊，还是空着。距离我们退线杀他还有3分钟，到11分钟左右的时候把线推过去，正好我们有点盐，塔下把他一杀，然后把兵人一吃，塔一吃，游戏结束。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怎么卡了呢？哎哎，耶，没事，让他去啊，他大还没了，让他去。这怎么还跑野区去了呢？自己跑野区啊，好送啊，兄弟，简直是好送啊！你别切了，行吧？行，我不切了，我不切了还不行吗？我搁这玩会儿单机游戏。现在你看到的是补兵游戏，每补一个小兵就会给30块钱。啊，20多块钱，把兵线往前拉一拉。拉到这里正正好好。我估计这个单机游戏我们应该能更持续，应该能持续个5分钟左右吧，差不多吧。这个人不会出来了。没关系，他去跟中路抢兵，让他抢去。
一共英雄联盟整场游戏之中就这么点兵，就这么点野怪，他吃中路就别吃，他俩一块吃中路发育就差，让他吃去。我们也不推，不着急，等到我要推的时候，就是我要杀他的时候了。不吃塔皮吗？我直接推完一波，直接把五层塔皮全吃了。分离者多少钱？1100，钱够了，这波推了，让兵进塔。有 TP 我怎么吃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这我没想到啊！啊，这回不就能吃了吗？他也不 TP。没空啊，兄弟啊！我要能去我就去了，我是实在是没空。你们打去吧，我是真去不了，这能去我就去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我这边这么多塔皮一血塔，你说我不吃，我去帮你去没什么用啊，这我这吃完我就无敌了，我2800来块钱，我去他那一趟我最多拿600，不合适。不是我不可为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唱错了。不是我不小心，可是已经事与愿违。喂，打个红去。卡萨丁得杀几波了，这个卡萨丁不能让他起来，这个英雄起来我们玩不了。他们家唯一一个翻盘点，卡萨丁。先打个红啊，14分钟，哎，下来一波吧，这波不下来怕出事情啊。哎，你们三个人能让这卡萨丁直接跑了，我确实是没想到啊。杀来吧，死死吧，我们死了换了他们家3-4个呢，一换三还行吧。哎，其实我不应该死的，这靠。怎么让我死了？下当我给多少钱呢？来吧，人头还行吧，456750块钱，还行吧，凑合地儿吧。我算断了他一波卡萨丁的节奏，也还行。买个针眼，省着一会儿打人的时候没视野。去中路，然后队友打小龙，我们打峡谷，上路直接给他带没。
算了，先把中路给带了吧。光头守一波上。没人管呐、啊，那塔没了。又给我打问号，你老给我打啥问号啊？这你怎么就能打那么多问号，我就搞不懂。嗯，哎，这眼儿不是有用了吗？你看，往我这边走来，几个人啊？就你跟我打，兄弟，等一个分离者的 Q， 烫死了吧我！这干哈呀？这怎么打半天又打我来了？你开始，你也得死，你可打不过我。等他射一枪，我们再 A， 这样我们能拿到人头。拿小龙吧。咱能不能稍微定点人？怎么这 W 就没中过？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什么呢？回家出死亡之舞去。嗯，不能回家，这波走过来把这奶妈跟这小黄毛杀了。你们三个还真就不好使。这什么意思？嗯，这什么意思？奶妈烫死了，你跟我打啊 ？AQ， 卡萨丁来没来？卡萨丁来了也没用。踩我呀，不踩，不踩算了吧。谁给的救赎？把下塔拔了。别打了，这还打什么玩意儿啊？这就别打了，快走。武器大师这个峡谷先锋好像要放下路，是不是？回家，我们死亡之舞了，再来个血手。走到下路，把下路拆了。我可能这把还得来一个炼金朋克巨链了。有个奶妈，这把耽误事儿呢。这奶妈真是奶妈，真耽误事儿。快守中塔，要放峡谷了。我自从六级吧还是七级以后，我就没见过剑姬这个人儿啊。我见过啊，我见过，我才想起来我见过他。去趟中路，有针眼把他拔了。
呀，这小黄毛应该是有眼儿，我估计。几个人啊？大龙没了，可以。这为什么就如此的放肆呢，兄弟？几个人啊？不就一个吗？你一个 ADC 过来守我的塔，剩几个？剩个奶妈跟一个卡萨丁，能打啊！这波别放分身，把他下塔给他拆了，踩我！武器活了，算了，回家了。不踩，我们就回家出血手了。这是你们唯一能杀我的一波啊！不杀我，我可回家了，没机会了，我已经无敌了，没机会了。本来有机会杀我的，在我们不右的时候是有机会能杀的，但是现在我们右起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无敌了。有没有魔抗装比较厉害的？这有卡萨丁，我得给他治一治，搞个振奋吧。没事儿，来呗。这武器大师也不敢上来，你是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把中路塔拔了，我们拔塔很快啊！哎，为什么他打我？啊，还减速的，这可以拆基地了。这波大的带个大龙 buff， 要杀俺们家小法师，头给你锤烂！杀俺们家小法师。我有 W 走的，我那有血手都没触发呢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来先杀这武器大师。呀，这咋这么疼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是谁？这不对劲呢，这谁打我这么疼？卡萨丁，哎呦我卡萨丁，行啊，卡萨丁，来点魔抗。这不行，这一点魔抗没有，这卡萨丁打我有点疼。我出不了重伤，这重伤不是我出的。也行哈，出重伤也行。这样吧，我把鞋给换了，鞋给他换了，然后我们出个重伤。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谁杀的我吧？虚空行者，不行啊，不好办呢，这把容易翻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卡萨丁不是一般的英雄，下一波一定得把上路给他推掉，不能再让他升级了，不能让他升到16级。升到十六级，我们基地就爆炸了。他就差两级了，我才十六，他马上再杀我一波，他就十六了，不能让他杀了啊！这可不是一般的英雄。算了，不追了。奶妈没杀到就算了。
奶爸交闪了。你是真敢飞，也没到16，你敢飞我脸上，兄弟！把塔拆了，你啥意思啊？杀了吧，那就交闪就交闪了，不杀了。我看是你奶的快，还是我打的快？嗯，把奶妈，算了，奶妈杀不了，我这还卸手呢，兄弟，卸手都没触发呢，啊，是触发了。给他25。刚才这把卡萨丁没升到16就往我们脸上踩，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开始我了吗？